今天我们来拆一箱玉米酥，这个是一整箱的，然后我这个已经被我吃了很多了，这一箱里大概是有35小包左右啊，这么大包有35包左右，玉米和芝麻的味道，这上边还有芝麻，看它是这种一整块的啊。非常酥脆，吃到嘴里就是吃出玉米味儿和有那个芝麻味儿。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新吃法，这个可以开袋这么吃。我最近又研究一个新吃法，就是给它敲碎啊。看看，现在就是捏碎了，然后拿小碗，给它放到这里边，然后拿一个奶，这个奶小袋里边有啊，零蔗糖的，然后放上奶，比麦片都好吃。你们也可以像我这么吃啊，我这个是自己这么吃的，你们拍回去也可以这么试试吃，非常好吃，比麦片好吃。这么吃巨好吃。